原标题，他为参加解放战争，却因一张欠条成开国大将。在红军长征时期，所有的部队物资资金都十分匮乏，而且被国民党军队一直在后面紧追不放，得不到良好的整顿休养。在红军部队们靠着坚韧的意志和对共产党事业坚定不移的信念，终于走完了这25000里长征。在毛主席等人带领着中央红军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当时的红军部队十分欢腾，终于走完了长征路。但是在这欢腾的背后，还有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危机。当时的毛主席同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进行商议，因为当时已经进入寒冷的冬季，但中央红军的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因为缺衣少粮，而且当时的红军只剩余1000多块大洋，为部队置办过冬的衣物和粮食成为当时的这些领导人们所要面临的问题。那么该怎么办呢？经过商议后，毛主席等人决定以毛主席亲自写信向当时的红十五军团首长徐海东借钱，并打下了欠条。当时收到毛主席来信的徐海东将军将自己的供给部长给叫了过来，问道部队里现在还有多少钱。供给部长回答道，还有7000多块大洋。当时的徐海东将军立即决定给部队中留下2000块大洋，其余的全部送给中央红军，还将部队中的许多物资和驳壳枪也送给中央红军，并且每个班都抽出一挺上好的机枪送到中央红军的部队中，即使连他最最精锐的骑兵团也一并交给中央红军指挥。徐海东将军的这一行为无疑是雪中送炭，这同张国焘相比给中央红军莫大的感动。可以说，若不是当时徐海东将军的这笔资助，中央红军很难在陕北革命根据地获得立足川西的机会。因此毛主席曾在将过后多次对徐海东将军评论道，徐海东是最好的共产党人，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这些便说的是当年徐海东为中央红军送物资的事。在1955年首勋仪式之前，徐海东将军得知自己将参与军衔评定时，曾为毛主席写信道，自己没有参加过解放战争，更是长期远离了军事指挥的位置，不适合参与军衔评定。其实不评定军衔也可以，但是看了信后的毛主席说道，徐海东不仅要评大将，还要在大将中排名第二。就这样，徐海东将军在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并在十大开国大将中排名第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